复盘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打完没有一个人说话了，就是打沉默了吧自己。他们不说话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啊，我害怕，我只能就像个鹌鹑一样先待着，复盘结束了。没有复盘，大家都沉默了，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不你来说两句，发表重要讲话，已经，你能不能别笑了？我们队都这样了，你还在笑你跟谁打谁？？Icon 队，你看这不就是我确实我跟能要操一样纵简单战的事力，情？太多了，我这种也是复盘没办你法复他的。妈！对，就昨天。你来打上应该跟。你说的没区别，但是我参加不了，这就 你们三我把如还果行，来玩，他们10分钟就要进来，肯定啊，五分钟吧。没办法，谁让你是现役呢？对位直接五还分不钟被错，杀这技能不三能用四更次，多，那就是。我顶不住了。打野来过来就野塔，不来啊我就单杀。狂。打野想拿点助攻那就过来，来就杀。来就给吃是吧？啊？来就喂到嘴里，对啊。狂！哎，算了，你有这个实力，我也不说你了。什么装逼啊？不是这个比老土杯还那个简单一点啊。那天高九鼎跟高九吃个饭，他跟我讲老土杯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，但我觉得很简单。狂就狂吧。你先说啊。没有，姿态说晚点再敷，或者现在敷。没事，不用现在付，你先哦，去呗，没事，没关系。好的好的，那我晚点回来啊。我是不是可以开始你先拆礼说，咱物俩打了？吧。老大说让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肯定要就半是小时以后打吧。说一好下，，OK。没关系，我就是现在就要付。我说了呀，但是说晚上再你这个敷说的啊。话太那个啥了，宝宝，就是。怎么？我就说我他妈非要得现在付。我今天说的很不服，然后就非得现在服。你来说。明天比赛那个什么，你把摄像头拆了，我把摄像头拆了，我来，这儿还有摄像头呢。我来，你来，我这这什么？裁判看着，这给裁判看的。把那个我把这鼠标键盘给鼠标键你。盘给我，10分钟拿下，几分钟的 GG 来着？15分钟。15分钟，不能 GG，我们这是比赛，正经比赛，好吗？十五分钟把我对面投降。狂！我先溜了，我这样带的，是不是要被禁赛了？LPL，不知道，我们反正这是正经比要赛不啊。对啊，正经比赛啊，我带打。嗯，拆礼物吧，兄弟们，反正哎呀。可惜，今天，但生日还是得虚虚的过一下。粉丝们给我买了好多礼物，主要。